好啦，今日真系10月22日啦，鸡宝出世咗整整一个月，再多可能4个钟。鸡宝啱啱换完片，食咗100ml 嘅奶。100ml 啊，佢食咗，哇，食咗咁多啊！而家就娱乐紧啦，睇电视，睇住妈妈泵奶，应该就会食噶啦，好快。你见到个口表喐下咧？就是代表他想吃，他呢只有三個情況下，一是屙屎，一是屙濕了條片，一是就是肚餓，這三個東西。你看看他，他對周圍環境比較敏感，注視眼光呢就很喜歡望鏡頭的。同埋咧，佢隻手腳咧係不停喐，呢個就係雞寶。Hi， 雞寶，一個月嘅人仔嚟咯喎，係咪啊？係啦，佢都嘗試講嘢嘅。好啦，又即係周圍四隻眼扭嚟扭去望。呢個就係雞寶啦。雞寶，雞寶唔耐煩啦，好，等我查下佢咩事先。